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留学生就职学院，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份工作。请看这张图纸，这个是一份关于自动车，就是汽车的工作啊。然后主要负责的是，汽车的整备、点检，然后以及故障车的运送工作。这个雇佣形式是以正社员的形式来雇佣，然后招聘1到2名，然后。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，中间可以休息1个小时，相当于工作时间是1天8小时。然后工资呢是21万起啊，然后每年会有赏与，然后对于语言能力没有特别的要求啊，就是日常会话就可以。然后有上进心的人呢都是可以来试一下的啊，或者对自动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试一下。然后呢，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报名来进行面试，啊，我们公司的这个说明会呢是在每周1、3、5的中午11点以及2、4、6日的下午1点展开。然后来到我们公司的人呢，都可以拿到这样一个食堂优惠券啊，可以在我们1楼的食堂免费吃这个泡面，然后。以下呢是我们公司的地址以及联系电话，然后有兴趣的人呢可以来参加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